还有包括马来西亚的吉打州，还有呢他们非常擅长的，也就是马来西亚的马来宫廷剧。可能平常呢大家啊，在我们的这个国际上比较少看到。那另外呢，还有如果大家又常去马来西亚的话呢，知道吗？马来西亚有一个玻璃市，哦，玻璃这种玻璃市。他们当地呢还有一个非常神奇而且呢比较特别的戏剧，叫做节气剧。那当然呢，我们的这个卓越艺术协会呢，也就是呢包括刚才慧卿跟大家提到的，他们呢融合了这些地方的传统的表演的艺术，当然呢还有非常的多。另外呢，他们其中一个相当主要的目标，其实跟刚才我们泰国的国际表演团队是一样的，因为呢，他们不断的希望呢，在国内哦也扮演好了很多这个教导的角色，也希望呢，我们的这个艺术还有舞蹈可以向下扎根。好，所以呢，他们也是希望呢，这次到台湾来，能够让大家喜欢他们的演出。让我们掌声欢迎马来西亚卓越艺术协会。Thank you.